大家好，我是虎鲨哥开伟啊，现在是2022年5月6号晚上，差不多快11点了吧，正在海浪公园。我8点到这儿啊，现在是击中了4条斑点，跑了1条，上来3条，但是都不够尺寸。然后一开始8点多的时候，这儿斑点挺多的，但是后来现在。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了吧，没有一个人上斑点，所以说，看来傍晚的时候，还有或者天刚黑的时候，鱼情不错，后来就鱼情就不行了。今天总体来说一般吧，感觉一般，老外都使活虾上，就我一个人拿假饵上，效果还行吧。行啊，请大家这个订阅我的频道啊，我争取以后钓鱼啊都在我 YouTube 频道里第一时间啊发布这个当天的啊钓鱼信息啊，便于大家出行，谢谢。